尤其有超大容量洗衣机，像一台17公斤的滚筒洗衣机，一次呢可以洗好多衣服哦。妈妈们呢一下子可以把全家人一个礼拜三隆重洗好洗，这样子呢才可以享受真正的中秋二日。当你的衣服脏的时候，第一个求救是谁呢？当然是找妈妈咯。那 LG 洗衣机的独家的吸水模型功能，就像这位夫人一样，哈，有接到这些洗衣老公阿姨洗沙哦，不够辛苦，妈妈再也不用这么辛苦了。就像贝姐穿的洋装啦、套装啦，或者任何的休闲衣服啊，通通都可以丢进来洗，就像妈妈用手洗一样，这么样温柔。还有啊，就像 PDD。还有吃完火锅或是烧烤啊，那衣服都好臭，对不对？用这个蒸汽除臭功能呢，就可以把臭衣服的味道通通都消除了。那蒸汽呢，还有高温杀菌的功能，再也不怕小朋友过敏喽，好赞哦！还剩两台而已耶，哇，反应实在太热烈了吧？哎，厂商代表今天呢，在这里一定要再加码哦，可以再加几台？啊，25台。LG Smart 生活家电，像电冰箱、洗衣机，绝对是妈妈们的好帮手，连我玛丽亚都说赞哦。多亏有你，各位妈妈们，赶快来参加 LG 5星级的 Smart 妈妈选拔赛哦！角逐 LG 精心准备了韩国4天3夜亲子双旅哦。